运击剑女子重剑项目，香港代表队选手江明慧迎战地主选手马洛，两人一度战成平手，最终决一剑定胜负，江明慧以13-12获胜，为香港拿下这次奥运第一面金牌，也是香港奥运史上第三面金牌。Everyone here deserves a medal, deserves a gold medal, and I still can't believe that it was me today. So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, and I have so many people to thank. 赛后记者会上，江明慧挂着招牌笑容，她的甜笑、空灵气质以及178公分的模特儿身材，被港媒封为体坛小林志玲，曾拍摄多支广告。我哋都面对过唔同嘅困难。亦曾经谂过放弃。三年前，江明慧在东京奥运8强止步。这次，她告诉港媒，不想打不出香港精神就放弃。而其实，江明慧文武双全，不止奥运冠军。她毕业于美国史丹佛大学学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，又攻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。咁我平时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啦，好希望做好运动员，攞多啲奖牌，赢多啲。江明慧也曾经历低谷，面对左右膝关节十字韧带严重受伤，一度必须拄着拐杖，不想被看见。后来透过吃素养伤，才快速康复。过去面对嘅挫折，令我明白到，其实我唔使逼自己成为第一，因为我身边有一班第一嘅屋企人、教练同埋治疗师，一直咁支持我。微笑剑后江明慧为香港击剑运动缔造历史，也因为香港马会的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600万港元（约2400多万台币），她可获得全球最高的奥运金牌奖金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